科技产品争奇斗酷，历久弥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只要拥有手机或电脑就满足了，科技产品让人目眩神迷。但是现在，科技产品变成身份象征，新产品一出，人们就争相购买。男人以前是买好车来弥补不安全感，现在除了车，他们还要买 iPad。这里面大部分都要怪苹果电脑，因为它成功的训练顾客盲目的搜罗苹果的产品。不过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人们买科技产品争奇斗酷应该是趋势所在了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